中下面水泥地才挖一个洞，所以一敲那个音响共振可以传得很远。好，那各位，我们当然晚上会仔细的跟各位解说哦。那大家呢，现在去看那边，这里有可以，这里会不会太小啊？我们是在等人啊，那等一下去看那一颗，那一颗台湾杉，那一颗台湾杉呢？我们现在是在山坡地下，往下面是溪谷，对不对？那溪谷一棵树长在溪谷旁边，通常呢往下的叶子会比较多，那靠山壁的因为光线比较不足会比较少，而且通常树会往溪谷倾，因为向光的关系。但是这一棵台湾杉跟另外一棵红块抱在一起，这一棵台湾杉很奇特，因为慈云寺在这边，那每天有在念经啊，那一棵台湾杉很喜欢听经，所以就慢慢慢慢倾斜过来，所以现在那一棵是爱听经的这个台湾杉啊。等一下他们现在是围起来了，我以前带人都会去抱着它，然后呢请听，那因为你听了可以听到非常多种声音，当你宁静下来，你第一个听到的当然是什么风吹在那树梢上的那个声音，第二个你渐渐再静下来，你就听得到你自己的心跳声，那再听进去要一点想象力，你会听到树木本身枝叶流动的声音，当最安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吵杂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那种经验，在山谷在山里面深山里面，那最吵杂的时候，一般禅坐也好什么也好，大概就是渐渐进入那样子的一个宁静。在自然界里面随时你会有意想不到，我有一次在进大林道，整个那个赤杨落叶掉了满地，一阵风吹过来，我在休息嘛，所有的树叶翻上来站立，然后呢行军，咔咔咔咔咔，哦，整个军队这样打过来，要吓我一跳，看到整个地上树叶在走路，你们在不看那个情形的？有时候就是说随时会给你一种 surprising wonder， 那个整个自然界就永远没有所谓让牌里出牌可以预测得到。我们现在所在地往下看，这是一个云雾之乡，现在呢夕阳带给我们蛮温暖的色温，我说在山上拍的那种你会感觉到什么叫庄严两个字。我们到那个慈云寺，虽然现在关着，你去愿意去看就看一下那个钟下面有一个洞，然后往下走一下就是那两颗听经的台湾杉跟红块抱在一起的啊，上面就是坟墓了。各位你们就往下走一下欣赏一下细照，然后就准备回去吃晚饭，好吧？谢谢老师。你说这个薄是的薄少？这个薄就少一点啦，人无遐薄啦，知无？这要用台语讲啊。哎呀，啊，公里不出头啦，薄个减一点啦，公里不出头。没有写什么时候建的？有啊，这个你看，在旁边加了七年，秀啊！啊，是你啊，昭和。啊，后边有的，这个故事啊。写，老师，你说几年了？看不清楚。昭和七年，哦，11月建。昭和七年，壬申十一年11月建。哦，欸，现在的色温很棒哎。现在色温很棒，赶快！你是说这块是被换新的？给我扶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谢谢。这块说换新的，真的？哦，老师说色温很，赶快！不好意思，让我扶一下。等一下要跌倒还有人扶一下当拐杖OK， 好，谢谢。
去看一下听钟。上去了是不是？就哦，就到这里。OK， 好吧，不能上去。看落日了，现在。